那什么意思？线推了，顺子其实要不起。不要。Pop，炸弹。他直接炸弹了 ，W 一下，他想 A 我一下。好，他被哎，他被我白嫖了两个平 A， 相当赚的。这一波对面玩了一手劫，有点东西。感谢胡来送的一个飞机，感谢胡来。W 一下，漂亮。这把只需要小心这打野，因为打野前期的gank能力非常强。Q 接平 A， 接 W， 刮 A。A， 闪现 A 死了，电刑触发了。这个人想走位夺我的两段 W， 但是奈何走到我脸上来了。可以啊。嗯，我看你是蚂蚁日大象，有劲使不上呢。推了。我们现在没有 TF 了，赶紧升三级，因为赵信这一波蓝 buff 打了，肯定要抓我中路，100%。所以说我这一波把兵线推了。即可回家一下，先来一把小小的单吃，以后呢回家买一个什么呢，长剑两红150，再来一个，再带一个扫描。嗯，感谢老板送的一架飞机啊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我在想这把是浪呢还是不浪，再把浪一点可能会死。miss 了，劫是没有闪的对吧？劫是没有闪，这一波他可能要么去支援上路，要么回家了。他支援上路，我们直接把兵线给他推了，赶紧的。然后拦截一波对面，他们肯定要回线上，然后这一波我们直接在野区蹲他就行。两个血量还是比较安全的，阴一下。劫的话没有闪，他可能会往我这边走，有可能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三、二、一 ，A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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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操，不是这一波怎么会死啊，这一波讲道理应该是他先死的呀，兄弟们。我好，我知道赵信过来了，我这一波是知道赵信过来的。这一波有点伤，这一波给他拿两个头。他装备比我好，就不太好打了呀。推了，这一波就是白给呀，这一波。我吐了。这一波如果处理好，可能是双杀的，有一说一，推一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把好像逆风局不是很好打。赵信在打石头人，过去杠他一下。他应该在打石头人。我们在野区碰到赵信，我们打得过他吗？没有打石头人，下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来了来，漂亮，勾引，好勾引，好勾引，好勾引。W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Q A， 漂亮，再 A 继续追，再 A。打工了，哥，我这一波拿两个助攻就过分了，吃点经验应该不过分吧？他肯定不会说什么，你信吗？因为他毕竟拿两个头，回家一下。我现在六级，他们过来抓我，他其实可能会死，因为我六了。这波其实我们可以蹲一波谁呢？蹲一波赵信，可能有机会。来阴他一下。我一套可以秒他的，一套。我在想怎么用什么连招跟他杀，是 WQLA 呢？哎，杀赵信呢还是杀谁？
啊，漂亮漂亮 ，WQA 直接带走。我刚才其实可以杀 ADC 的，有一说一，我感觉刚才杀 ADC 会更好一点，更赚一点。推了，还可以，不是很亏，赚了。往后拉一下，小心一点。姐有想法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一波没有蓝了，先回家一下，走。感觉刚才可以杀他的，嗯，提亚马特鞋，真眼带一个。皇子不会玩，皇子会玩反野了，他妈的，给他杀了他不反野，这一波给对面赵信吃了一波红 buff 就很舒服了。走，我们去杀赵信，赵信没有位移，他只会前进，他不会后退的。啊，他这个英雄的技能特性就是刚，所以说你骂了个霸子，怎么伤害这么高呢？这个人等一波他13秒就是他的死期，插个针眼。我们先去野区吃个果子，赵信看到没有？吃个屎先，他肯定会过来捅我，故意勾引一下。好，确定吗，朋友？你们两个可能会一起死。哎，这个杰，我操，不怕死这杰啊，是一个狠人啊！看到不怕死的，没有想到这个人这么不怕死。推了，赵信在烦我们家野，这赵信。我这边血能过去刚他吗？好像没什么机会，他好像在打蓝 buff。推了，再吃个塔皮。他这一波打完上半部分野怪过来，我们直接往下翻就行了。其实我这一波可以再吃一层塔皮，然后呢，再偷个鸡，那就非常赚了。再把鸡儿这么一吃。当然我们要小心杰可能在草里蹲我，看一下赵信的动向。溜了，那这一波我们是血赚的。我这一波回家出来的话就要开始搞这个打野了，这个打野需要制裁一下，买个什么呢？巨短，再来个小木刃。溜了，杰七级还可以，等级一般般。走，杰可能去下了，跟队友说一下信号，他应该在下，过去反蹲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我不知道我这边有没有眼，不清楚。漂亮，他闪现没了，杀 ADC 怎么样 ？Q 杰平 杰 W。死了，应该漂亮，双杀了，溜了，差点给塔杀了，这一波赶紧回家，双杀直接拿下。那这一波开始我们就要开始养猪了，现在战锤加长剑，那基本上现在死不掉了呀。我现在怎么死？我刚才是前期没办法，前期你到六级以后，就我这个装备一打一肯定是没人杀掉我，二打一也打不过我，三打一跑，对吧？一打二等于说是一打一，回中路，然后呢，只要我不是特别浪去对面野区装的话，其实我这一把不太好死的，他没有大的，往前推一下，你看，你是癞蛤蟆跳悬崖，想当蝙蝠侠你？哎，看到没有？假动作，学会了没有？电竞 C 罗，他以为我往那边翻，可以，实际上我是侧翻的，偷个小鸡，啊，故意的。13秒大，
感觉最好等个大会更好一点，因为这一波企业过来的话感觉有点危险。他在打，他可能在打 F6， 没打，他可能在打石头人。溜了，谢谢老板的300块钱，但是我一血塔没吃啊，感觉不是很赚的。完蛋，我这一波不太好，像不太好救他。我过去他肯定跑了，兄弟。我过去他就跑了呀，兄弟。那他死不了，好，怪我，我的问题可以吧，兄弟，我的问题不要说了。我这么点血其实很危险，刚才他可能在打红 buff， 打完了看到石头人没有，他在石头人这个位置，他看到我了，下路正好帮一下翻墙。哎，好活，哎，好活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酸爽？走，赵信在打石头人，现在不用去了，我们可以蹲一波谁呢？蹲一波 ADC。ADC 没大应该。哎，这个人怎么还有大呢？不是吧，我操，这一波也太真实了，他怎么会有大呢？毕竟刚才也打了一波，打了一波下呀，上一波没用大吗？不应该吧，还是维鲁斯的大招 CD 太快了呢？我吐了啊，我吐了。这两波死其实这是很无语死的，毫无意义。哎呀，亏了亏了亏了，血亏了，来来帮一下，来28秒大超，赵信的话看到了，他可能会过来阴一下。赵信看到我了，算了，吃个鸡吧。嗯，我本来想杀这个赵信的，感觉应该是有眼看，应该是有眼看到我了。这赵信不太好杀他，反他野，他既然这么难杀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从现在开始你的野怪就由我刷了。我不仅要吃你的野怪，我还要拿你的蛤蟆，再把蛤蟆给他拿一下，他就血亏了。走，这个墙暂时不烦吧，这个墙等一下赵信过来可以搞他一口，可以搞他，他应该回家了，吃个小鸡。当然我们做所做的一切事情之前呢，就是先把自己的兵线处理完之后呢，再去搞一些花的啊。你这个中路线你都没处理完，你再去搞花的，其实你得不偿失，没什么意义。这波赵信可能在打蛤蟆，走，阴一下。他如果在下路那没办法，他当他过来上路刷这个野怪的时候，他会一个个巡逻过来，走到这边我一个 WQ 其实他就死了，感觉不需要用大。上路有大吗？不知道，上路没有大，人不在，他应该在下路，他如果半天没有出现的话，他肯定在下路。我们把这波线给他推了，推一下，这人不刷野吗？这个人
哎，这人不刷野是什么意思？机器人有互动的，可以阴人，这边是肯定可以阴到人，具体可以阴到谁呢？看谁会过来，他没有 Q 了。哎，赵信，杀赵信应该不过分吧 ？WQA， 你还走位呢，这个人。推了。哎，这一波闪现 Q 怎么样？哎，骗他一手 Q， 不能去了。我过去的话，可能我会死。稳一点。哦，这个人，我靠，这个人是个狠人啊！来，继续反野，来了，反他一波红 buff， 我竟然杀不了他，我只能反他野。25秒大，这一波以我现在目前的装备打得过这个赵信没有？拿了，注意你的木刃有没有转呢？溜了。溜了，确定还追吗？再追你可能会死，相信我。在空中就开大了，兄弟们，因为这一波在空中开大，他 up 到我，我落地他死，落地秒。但是我直接 Q 再二的话，他二了我，我这个血量，他一个二接一我就死了，懂吧？提前开大这一波。你学会了没有？学会的朋友扣个一，没有学会的朋友扣眼珠子。嗯，来个木刃，还买了两个木刃，来个幽梦。ADC 的话有一个亚洲捆绑，所以说必须要带个套才行。走，嗯，400元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把就哪怕我给你充1000块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走，上路杀一波小蛮王来，我没有大，稍微注意一点。Q 接平，接提亚马特，接 W A 一下，直接爆发爆死了。看一下赵信在哪里。赵信在下半野区，赵信在下，赵信拿一波 F 六，没有，巡逻去了，去野区巡个逻。石头人没打，石头人刷了，漂亮。赵信应该可能在下路反蹲，可能。他应该可能会过来，这里附近有眼，这里有眼，在这边阴他。啊 ，WQ， 不行，阴一下，应该有机会可以阴到人。没有人过来，把他蓝拿了。他可能在打蓝 buff， 没打，那我们就直接给他拿了，直接拿下，开大就行。他敢过来吗？过来，看我怎么 boss 他，看到没有？他根本反应不过来我的爆发，好吧？我这是属于是爆发，人的反应不一定反应得过来。好吧，他想拼一手反应，但是奈何他的反应太慢了。回家一下，夜之风刃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洪水晶，走。有点，我操，好活！咱们家吸血鬼其实装备还可以啊。走，二换四赚了，这波线给他带一下。
飞了，继续往前推一下，漂亮。推塔，推塔，阴一下。现在谁会过来守？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大，不清楚。他应该不会过来，那我就直接推高地了啊！主动，那就直接爆发了 ，A 一下提亚马特了，往回拉，翻墙继续往前 AQAW 往前追。错了哥，真错了，艾菲我错了，艾菲，你三天之内必得痔疮，我错啥了？我没有错。这个机器人好肉啊，偷个鸡吧，差点300块又没了，哦，差点200块钱又没了，再去反一波上路的野，让赵鑫生不如死，扫一下。为了安全考虑，咱们先把这个靠近那种可以翻的墙，懂吗？像这些墙呢，有可以翻。赵鑫过来呢，一时半会杀不掉咱们，推了。下路几个？一二三四，四个，死一个。也说上路一个毛没有，偷偷的去推塔，好吧？嗯。当你们对面会发现，当他们在打下的时候，实际上他们已经输了，再去推他的高地。杰想杀我，他在送 W2QA 直接秒杀，再来一个什么呢？再拿一组河道蟹回家。黑切的话是要2650，现在2400，需要再刷一组石头人钱才够。再来一波石头人，你如果正儿八经这一把玩，其实这把你会发现我一次都不需要死，好吧？就稍微稳健一点，拿下红 buff 咱就别拿了，2650够了。嗯，黑切来一个，啊，还可以。嗯，这个400块钱不是很好听呢，咱们找机会浪一波吧，好吧？400块有点难听，凑个六吧，推了，或者抽个300块钱，可以吧？开大，跑了，让队友输出，然后继续往前追，翻墙。他可能会回来，他不回来，漂亮，往前推一下。还是一个蛮王，蛮王不知道在哪里，推了，推了，能推塔不？小心被蛮王砍死啊！小心一点，他想清线，这一时半会儿好像不太好推 ，W 一下，哎，好活，有大是什么意思？W 一下，翻墙 ，W Q 点来接提亚马特，看到没？就一个 Q， 他快死了，不跟你开玩笑，他又死了。Q， 看到没有？伤害其实很高的，咱们这个输出一般人是看不懂的。A 接 W，Q 往后拉，别急，再 Q 一下 ，W。漂亮，嗯，给兄弟们抽一个，算了，多给你们加200吧，好吧，算了，400块吧。